我是刚刚一列车长，在2019年七月几号？看看，2019年7月。2019年7月几？5号，台北捷运淡水新线，民权西路站。8:48的发车是开往香山的雷凌的高音的线，刚有次见面，我们出门就拿，拜拜，咱这个就拿，再见。